我们在这里边呢，下面，哎，稍等一下啊，下边大家看一下这个特制，就是特殊技术的什么大棚，包括种植的蔬菜、瓜果，对吧？包括饮用的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浴用的这些什么呀场所，都可以用国际绿色研究与测试，包括我们这个空气大棚，包括我们各种先进技术的试验场，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室外空间里面可以体现出来，体现出来。第七，从这里面开始进入到，大家看着上面叫一级安保设施。